喽，打开喽，真的是大乱斗啊！嗯，开喽，今天难得的大乱斗，不行，我觉得今天会很可怕。真的假的？这到底多可怕？不是，他那个真的是破坏感情。真的假的？阿米哥本来就是在讲破坏感情。啊，早安，早安，安安，大家安准备喽，Ready， 要不定？那今天要玩的这个是小游戏派对游戏。那这个游戏的话，之前只支援四个人，那他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更新说可以支援到八个人，可以把这游戏拉来到 Amigo 玩这样。感觉画面又放不下，啊、我觉得画，我真的很好奇他画面要怎么画面要怎么放，你知道？因为我们这四个人，我们这四个人有些游戏就很挤了，你知道？等一下会很混乱哦。对啊，而且我等一下真的是最好奇的是那个，你们有印象那个什么？我们之前玩四个人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贪吃蛇。那个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呈现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。还有一个看起来上面一堆球在撞上去那个。对，真的，这游戏近期才更新的这样子。还有丢火球那个应该也会很精彩，对，我也觉得应该很精彩。好，那这个队伍颜色哦，就是什么颜色代表谁，画面都有写。对，有跑马灯，我这边有跑马灯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喽。哦哦，行，很简单，很直观，非常直观。好，那我听谱的也是非常紧别吗？零撇吧，啊，好挤啊，挤啊，超挤啊！直赛机，直赛机，直赛机，旁边，怎么是？按什么？怎么键？空白键？空白键？怎么有人零啊？有人零到，有人输零。空白键，我直。空白键，八哎，没有，刚才一个宝箱，一个宝箱，嗯，香香，香香。香香在上面，这个啊，我先了，对，先发先，我是按，我就甩骰子嘛，哎，甩骰子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光，那是代表最近的离箱子的位置，对，哦，因为它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指左边指定走的方向，现在你要选看你要往左还是往上，你说会移动的那个光点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光点，它在。指导你去那个宝箱那边，但是他跟你讲最近的路线是哪边？我拿到一个像是切面黄瓜的东西，那什么？哦，那是道具，道具，还真的是茄子。那个对，它是茄子，茄子炸弹，长得像茄子味。好，那我就直接骰了，走喽，七，当然是走这啊，对不对？嗨。哎，两步，走这啊！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回血治疗点，小雨，血量是写在左边，那个三十就是血量。为什么会有血量这个东西？因为你可以害人，用道具害人。因为你刚刚有没有？你刚刚拿到一个茄子炸弹吗？回转，回转，我要往回走，是不是？小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哦耶！哦耶！好近啊！心暖了。小雨，我怎么知道？哎哎八，我会到吗？哎，刚好哎，可是我没钱啊。我记得第一个好像是40把钥匙，是不是？你可以过去看看啊，你可以过去看看啊，过去看看，过去看看，嗯，忘记他几把钥匙可以开，忘记是几把了。哦，40不要啦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碎啦。哦，那个的效果。哦，对，那个效果特别强。我以为箱宝箱钱呢，地上有箱子，那就损血了。格子代表会拿到东西，然后骷髅头就是那一个格子陷阱。还有看到有一个灰色的格子，快点啊，谁要拿？这边刚好有那个有钥匙在那边。这个灰色的格子你是可以购买的，你可以让站在上面的人是扣血或是扣钥匙。嗯，那如果选择扣钥匙的话，钥匙扣出来的会直接吸到看你那一格是谁占领的。那怎么购买那个？你就走到上面，走到上面，他就会问你，他就会问你，你要让这个的效果是扣钥匙还是扣血量？好。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讲的，基本上就这样吧。
剩下的给他们自己遇到再说。随机事件吗？对啊，随机事件啊，对啊。嗯，好了，来捡钥匙啊。我可以问个很重要的问题吗？他嗯，是。刚开始是在漏顺序吗？对。对啊。OK。你一定是最后一个。我是混乱邪恶，我要用这个。嗯。他踩下去两格都是他的了、哦，对啊，是啊是啊是 啊, 是 啊, 是啊，就是临近的，对，一点都是的，好不错哦。连我骰这么低吗？啊，拿钥匙也不错啦，对啊，可以啦。嗯，哈基，嘿，哎、欸，你看，也是一样，拿钥匙，打架，打架，来打架，可以打架吗？啊、用道具啊，用道具。我用道具，哎呦，冲、哎、上去喽！感觉吸我的那个钥匙好像有机会，可以啦，对，有机会有机会。那钥匙数量够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杰克只剩三把，不够，掉三把钥匙而已吧？好像不够。哎、欸，我去杰克那个会被打你。我刚刚就在讲这个，你都没在听啊？好像不，没有啊，你再踩看看就知道啦，啊、踩看看就知道了。确定哦。啊，差两把、啊，差两把，拜拜啊，好爽啊、哦！我觉得是。这边的宝箱你好爽啊！没有，这边的钥匙是那个你不够没开宝箱的话就会被砸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哦，这个要怎么玩啊？躲啊！这你就看啊，这顾名思义就是躲炮弹啊，躲炮弹 WSD 啊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右上角那个画面有重复，就是他们玩的方式这样。嗯，哦，不要被坑到就对了，是闪对对对。哇，太多人了，哪里啊？哦、我看到了，看颜色啊，看颜色，看颜色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自己又看错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跟谁一起死了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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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会哦，大家很会哦，好可怕、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、全边四个人单挑啊，恐怖、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哦，这样有点多、啊。哦啊！被出去了，是繁星杰克跟、啊、繁星跟杰克。哎呦！最近鹿死谁手？繁星好像为什么有一种几乎没在动的感觉？对啊，有啦。哎呀，三把钥匙。他还要送东西啊！哎呀，六把钥匙，可是我不能带同一个地方。都没有，哇，什么都没有。杰克，你可以用道具。可是传送，传、啊、左下角不是应该有写说用道具是哪个按钮？可以啊。可是可以传原，可以传原地吗？没有，他只能传。我记得传送是传玩家吧？是传玩家，然后传完游戏回合就结束了。啊，看你要不要用了。你要传过了是不是？哦，传到好像不能。不行，不能，不行啊！应该不行。干嘛？你要去送钥匙？都取消一哦。嗯，好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这是第一个给你们吧。走路了。四把钥匙。我要离开这儿。还不？哎、欸、哎，这张地图的音乐很空灵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嗯、可能是在因为太空的感觉吧。对啊，浮在空中的。对啊，虚空岛了。他怕我们刚刚太激动、嗯，现在要冷静一下。真的，两步啊，两步，你要走哪边呢？你要去，走上啊、你要去哪里呢？你现在有钱啊？换我了一套。哦，走好远啊！哇，你有猎枪哎，可以猎。我也想当混乱邪恶了，小雨。干嘛、啊？我要来混乱邪恶一下。我是不小心偷袭到一点啊，没有。对，他那是直接死掉吗？没有，因为霰弹枪的关系啦，太近了，太近，直接被打。我还跟影月当邪恶的人呢，太酷，太可怕，好恐怖哦。哎呦，这里走啊，四步啊、哦，二三四，他宝箱可以。那怎么看起来像螺旋丸啊？那是个传送门，它可以把两个玩家做个交换。哦，哇，九步哎、欸，怎么看地图忘记了？你是在左下角有按什么按键之类的吗？嗯，如果是用摇杆，它是按 Y。
摇杆是按关，键盘我不知道。Auto Control Tab。来哦，哈基是不是拿第一个宝箱？第一个宝箱啊！我四十五个钥匙可以耶！哇，弄死哈基了！该弄哈基喽！第一个宝箱拿到喽！被拿走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第二个，哎，我直接一个走错路，我还可以继续走吧？你可以继续走啊，可以可以。哦，他可以中途停下来开宝箱哦。嗯，宝箱只要经过就可以了，他不一定要停下来。啊，开第二个喽。有钥匙，没有钥匙，你哪有那么顺的？搞不好掉第一游戏就玩玩超强，有没有？欸欸啊，不是存钱，要去掉钥匙。哦，好吃。钥匙被掉到外太空啊？不会吧？飞太远了吧？我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在哪？荒野中的老虎。这是哪里啊？小雨被打飞掉，那是个墓地的位置。对对对对对。我看一下，荒野中的老虎。哇，你要拉个大圈呢、欸。对啊，我要哎、欸，我要这样绕，哈哈哈哈哈！超远。不要这么远了吧？再踩个箭号啊，看能不能把它变回那个顺序变一下。看一下，他没有道具，我没有道具。喂，是啊，回血了。你已经是满血了。嗯。啊！又被打死了。被猎枪打死。怎么看地图？键盘不是按键盘吗？哦 R。啊，键盘是啊，哦，对，就是用到，对，七步，二，够安全，不能中，哎呦，快走到了，有点害怕呢，二，三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，哎呀，不够，太大了，你又没钥匙，好了，给钱呢，这什么？传送门。拿到一个道具，应该是。哎呦，炸弹超人！哇，那么多人要怎么玩啊？炸弹超人怎样啊？怎么用？金冠空白键吗 ？SD 啊，然后空白键，空白键是炸放炸。我这个是没有 AK 吗？在哪？太多人了啦！我在哪里？我在哪？我是哪一只？我是一只。我在哪？等一下，我看不到我。哦，看到了。哎嘿嘿，太急了！哎呦，哎呦。这该怎么办？不会吧！这该怎么办？哎呦，哎呦，想干嘛？不是的，我死了！咦，哎呦，哎呦，要死我，可怕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哇哦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死了啦！看不到哪里呀？哎呦，都躲哪？哎呦！哎呦！咦！哎呦！哎呦！而且他不会连锁，其实还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好可怕！外面好可怕！因为根本是躲在旁边，没人去用，是不是啊？好可怕！拒绝移动。Sudden death！哎呦！隐约在闭眼。啦啦！哇！哎呦！哎，我们要走上去啊！哎，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， 还有第二 round， 还有第二 round， 还没结束。他比到时间结束，嗯，哎呦，好累，哎呦，哎，哎，谁死掉了？我不小心按灯，加油！你不可以这样，哪样啊？哎呦！哎呦！你怎么死翘翘了？姐，拜拜！看看来陪我。哎呦，外面好危险哦！我不出去了，我不出去了，好可怕哦！这个世界好恐怖哦！啊！要死了！大家好凶哦！小雨刚刚把你自己炸了吗？没有，是他自己放的啦。啊！我怎么了？我只是这边放的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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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所以这是发金钞跟繁星。哎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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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杰克跟繁星，这九一一耶，这人就一起炸嘛，你有第一哦。突然，这个音乐真的是让我们冷静用，真的是冷静用的，突然变很平和。Q 是什么？这是干嘛的 ？Q 是道具，用道具哦，可以用道具。这看起来像是小雨的槽啊，知道怎么用？打砸人，我怎么砸？丢到某人头上，丢到某个头上，比如说这这只，对对，然后嘞，要按什么？按确定啊，确定是什么？歪，你左下角按键 B， 对，左键啊还是什么的？哎，空白键之类的。取消，一是取消，我不知道其他。嗯 ，Enter， 啊？试看看，试看看，空白键，这都是空白。试看看，试看。你刚刚是怎么？我一直觉得头好痒哦。Q 吧 ，Q 吧，是吗？哦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哦，哇，一直空血。哦，跳。哇，哇塞，掉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是有一种要死不死的感觉。超多滴的。前面是点啥？前面是礼物箱。哎，有一个火箭，火箭，火箭！嗨，团团，嗨！你怎么拿到仙人掌了？你要用仙人掌了吗？我怕，不要怕！仙人掌是干嘛的？可以保护，可以抵挡的，抵挡攻击啊！挡一次伤害，可爱，挡一次伤害。哇，你拿好多钥匙哦！钥匙啊！但是变成仙人掌状态的时候，不能用任何道具，会仙人掌取消掉。嗯。所以像是穿了一个重甲的感觉，没错，对，啊，好远，好远呐，你要绕一大圈啊，你不用想象，你也要绕一大圈啊，你可以那个传送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现在用，好，还要还要，居然不想现在用，反正现在哈记走过去也没有用啊，不是吗？哈记没道具啦，他钱不够啊，九，哎呦九步了哎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六七八九，好像都可以啦。嗯，都可不。没有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当然想都一样。想买地呀、啊，买个地呀、啊。感谢超级留言，路上小心。哪有？哇！啊哈！啊哈！啊哈！看看啊，这是道具、啊哦。你只有传送门哦，那我刚刚那么怕。我不会用你，紧张什么、啊？我都是混乱邪恶的。对啊，这么危险呢？我混乱邪恶要一派子。走走走走走，那个仙人掌好像布景哦、喔，像背景。对啊，好远啊！跑跑跑，六七，哎呦！小雨可以报仇了！哇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打我！小雨，我们一起加入混乱邪恶教吧！老好气。太好我真的好像不管怎样我都会被打呢，不会啊，上面那一个是那个买地啊，还是那地买过了，是买过的，那是买地吗？那看起来不像买地啊，哪一个我上面是那是骷髅头，就是骷髅头啊，在上面回转、欸，又转了。哎、欸，酱油，酱、哦、油真的是经过宝箱最多次的人呢、欸。不要再回转了，可以不要再让我经过宝箱了吗？哎、欸，好好笑啊！那我不是要走回去了吗？欸、我的天！欸、对啊，要绕回去了。酱油打死是不是我钥匙就够了？对。啊？哎、欸，对。对耶。对哦，有可能哦。欸、我找到宝箱耶！